我没有那些长期病患，因为我爸爸就是糖尿病，我们有家族遗传的糖尿病。自从我在30多年前知道我爸爸有糖尿病之后，我也知道这个糖尿病，开始对糖尿病有认识，知道糖尿病会有遗传因素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很注意自己的饮食习惯，所以那些饮料什么我基本上不喝，超甜的东西我不吃啊。然后我就一直很注意自己健康，哎，没还好啦。到目前为止，你看啊，我哥他们都有糖尿了。还好我没有，还好我没有，就很感恩哦。但是我也不是没有问题的，我没有这些严重的长期病患，但是有一些小毛病呢，也会让你痛苦的不得了。真的，比如说口腔飞脂，大家有没有生过口腔飞脂的？没有人举手，就是个个都有这样的感觉，是不是？那是不是痛的你呢？说话又不能喝。喷口水又不能喝口水的很痛苦那种感觉啊！你看我没有吃我们特提亚之前，我真的是差不多有20年的经历，差不多每个月我都要生痱子的，每个月啊，那个痛苦就是什么？我们女人经期前我就要来，就是什么？真的哇，那个感觉好痛苦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就开始吃的特替啊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反正我就是记得我吃了特替啊之后我就没有痛过了，没有生过了，这个是个很好的见证啊。其实很多人都有，是不是？虽然是小毛病，但是这让你痛不欲生的那种感觉，睡觉也睡不好啊。还有，其实我第一天吃干细胞的时候呢，吃我特替啊的时候呢，我的脚跟两个脚跟筋膜炎，我筋膜炎痛了3个多月。我其中的我四分间，我其中一份就是帮人家做那个经络治疗推拿的，经络痛点治疗的，但是我没办法帮自己啊，好累的呀，是不是？然后我痛了3个多月，哎，我的引路人王梅容易领队兵马一跟我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呢，我想我没有糖尿病，我没有心脏问题，我没有三高问题，哎。那我可以大家吃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看好了这个是产品的市场，我要做。我一听完之后，我决定我要做这个市场，我就想我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吃出一个结果。我痛了3个月的两个脚的跟筋膜炎，早上不能直接下地，早上一醒来要急得要命，也不敢直接下地，慢慢的拖过去的，因为一下地就。好像有1000支针在扎脚的那种痛，然后我说起来肯定你们会不相信，我吃了3天，一双脚不痛，可以穿高跟鞋，可以跑，厉害吧？哇，真的是我很少讲，因为我觉得我这些都是小毛病啊，是不是？真的是我是早上5颗，下午5颗，1天10颗，3天，3个月的筋膜炎搞定。然后我20多年的胃病哦，我那时不能吃鱿鱼花生啊，反正难消化东西我不敢吃，一吃就痛，一吃就痛。曾经试过去吃那个花螺，吃花螺，花螺的时候不是他们不是点那芥末不是很好吃吗？我说我不能吃的，我一吃我就胃痛。我那朋友说，哎呀，你吃一颗试一下喽，不会死人的。确实不会死人啊，我是吃的，然后呢，真的没死。不过呢，痛得要死，回家我就2颗胃药打麻吃，真的痛得爆的那个胃，整个人卷着了。哎，我是用了2个多星期全好了，我现在是什么回不去都能吃，只要能放进嘴巴我都能吃，好不好？这个什么产品真的很好，真的是很感恩，是吧？还有就是呢，我的目的。身体健康了，我最大的愿望是要在这里赚钱的呢。刚才讲的，我为了四份工，我去兼职四份工，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要赚钱嘛，想找机会嘛，好啊，想找机会嘛，哇，这个机会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，赚到钱的，大声一点喊哦。好，对呀，这就是我们公司的奖金制度带给我们的一个很。
之前讲的，我们公司的奖金制度的播出率，如果我们讲在世界上我们排第二，有没有人敢讲第一？没有。对了，就是我们立威公司老板那么的大的格局，他的奖金播出率就是能够去到最好的，所以呢大家的选择是对的。先讲的，你选择对的话，你做对的事情，你在这里就能够拿到对的结果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你们要不要在这里拿到一个对的结果？要。选择怎样？相信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我们也是都是在这里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心态去相信，然后用一个空杯的心态在这里去学习，在这里去努力，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啊，去实现我们的梦想。哇，我们在那个菲律宾听到你还在这里吗？领袖培训会，我们的三国立会国际公司的三位资深总监的分享，合作找到作为。哇，他们三个人用他们自己不同的故事，然后都是围绕一个主题讲到的，就是找到了，然后在这里他们有非常好的合作，然后在这里拿到非常大的作为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希望我们在这里也是用我们智慧的眼睛，用我们最好的思维去看我们立会国际公司，因为这家公司绝对绝对的跟外面的所有的平台不一样，是不是？绝对的是不一样，不要觉得哎呀都是直销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不是，你要用心的去了解。新来的朋友，如果现在只是听到一个产品的介绍，或者听到一些我们身体上的产品的好的见证，但是你还没有了解到我们公司，这里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部分来，是不是？我们还有我们好的制度，我们好的系统，我们的系统，是不是？还有我们什么市场，那么好的产品带来的市场，还有我们公司那么大爱，那么无私的给我们，让我们在这里，就是说公司老板永远都是这样子，怕我们赚不到钱，怕我们赚的不够多，有没有个老板是这样子的？以前的老板都是自己赚的最多，是最好的，是不是？我看自己有没有以前有没有做过老板呢？这个老板呢，你是不是想到只要我赚的最多是最开心最好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的老板不是，我们的老板他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赚的最多。还有那天在那个培训，我们最感动的那就是说，老板他说立会国际公司不是他一个人的，是你们，是我们所有人的。哇，有没有一个老板是这样讲？如果说你们在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打工的人，就说你打在还在打工的那个老板说，哎，我这家公司不是我的，是你的，你开不开心啊？开心了哈、哦，所以这个公司都是我们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以后啊，要多点带人过来，回到你的公司，让他们在这里去看到我们公司更多更多的不一样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大家在这里一起去为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，为我们的自己的目标去更加的努力，一起在这里去找到你们想要的一个最对的结果，好不好？好。今天晚上就到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，我要感谢我们的小明。哎呀，这个我都忘了讲他了。